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葵青地区康健中心 Facebook 直播健康 Follow Me。 在疫情下，我们一起携手抗疫，知多些，健康些。如果想掌握最新资讯，就快点 follow 我们和 like 我们的 Facebook。 我是今天的讲者，中心的健康社区健康策划员郑姑娘。今天会跟大家讲机智出外饮食的。好，咁呢就事不宜遲啦。咁首先我哋講一講，其實我哋今日大概會講啲咩內容先。嗱，咁其實我哋今日講出外飲食啦。咁其實香港人嘅飲食習慣呢都成日出街食飯㗎喎。咁但係其實我哋出街飲食呢都有好多嘅健康陷阱。咁今日呢都會抽一啲同大家去講下嘅。咁其實我哋出街飲食呢都可以食得健康啲，咁亦都會同大家分享返咁飲食上面有啲乜嘢原則啦，咁去幾類嘅餐館嘅時候呢點菜有啲乜嘢係我哋可以注意嘅，咁仲有其他一啲機智飲食嘅習慣，最後再總結俾大家睇。咁首先啦，講返其實香港人呢成日都出街去食嘢，咁因為我哋嗰個生活節奏就比較急速啲啦，咁亦都冇咩時間呢可能可以好好慢慢去煮嘢食咁。咁同埋有時出街飲食呢都會想去慶祝節日，為到增添一啲生活情趣咁嘅。係啦，咁我哋出街食嘢呢其實通常大家聽到炸雞髀啦、炒飯啦、呢啲蛋糕嘅話呢咁都好開心啦，出街都成日好想點嚟食。咁但係其實呢啲食物呢都會隱藏咗好多嘅陷阱，包括係高脂肪啦、高油啦，同埋都會落咗好多嘅調味料啊、雞粉啊、豉油呢啲，咁會好鹹嘅，會高辣啦。咁同時間都會落咗好多嘅糖分落去，所以就有高脂肪、高辣、高糖分呢幾個嘅陷阱喺入面啦。咁講下先，咁其實呢我哋都可以盡量去避免自己去墮入頭先嘅陷阱入面嘅。咁首先要記住我哋一啲嘅飲食原則啦。咁第一啦，其實都要緊記返呢，出外都盡量去做到均衡飲食，緊記返三低一高。三低一高呢，我哋講頭先嗰三樣都要低。頭先我哋話脂肪、鹽同埋糖都高，我哋今次呢係要盡量嘗試低脂肪、低鹽同埋低糖嘅。咁同埋高係啲乜嘢呢？高纖維啦。咁第二個原則就係要多菜少肉，去食返適量嘅肉啊、魚啊、家禽類等等。咁多啲選擇呢，嗰啲餸菜係有菜喺入面嘅。我哋好多時候出街食飯呢，都你會見到譬如去茶餐廳啦，一個快餐就咁一個煎雞扒啦，例如一個汁再淋上個飯度，就冇菜㗎啦。咁都想提醒返大家呢，要揀啲有蔬菜嘅餸喺入面，一陣間詳細同大家講。咁第三個原則呢，都去揀返一啲盡量低脂啲嘅肉類同埋其他嘅代替品啦。咁可能啲肉類都要自己去試下去去皮呀、咁亦都有其他比較低脂嘅選擇，例如魚、海鮮、豆腐等等。咁然後呢同大家講下啦，其實我哋每日呢人體都係需要食嘢嘅。咁我哋所需要營養呢樣嘢啦，咁其實食嘢呢就係一個過程俾我哋攞到能量同埋營養素。咁能量呢我哋每日攝取足夠呢，其實先至可以支撐我哋每日嘅人體活動。例如我哋喺寒冷天氣下可以保暖啦，或者係我哋受咗傷呀，身體需要修補返呢啲嘅細胞呢，都需要用到能量嘅，唔可以冇能量呢樣嘢，所以一定要食嘢啦。咁而能量要幾多呢，都受好多嘅因素影響，包括係我哋個運動量，例如可能運動員啦都會需要多啲嘅能量等，有慢性疾病人士都可能會需要多啲嘅能量呢去幫助身體去康復嘅。咁但係啦，當我哋攝取過多嘅能量就可能係頭先食得咁多姿多彩，高糖、高鹽、高糖分、高脂肪的時候呢，就很容易攝取過多的能量，可能會容易肥啊、過重等等啦。
咁都會增加咗一啲慢性疾病，例如係糖尿病啊、癌症啊、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嘅。咁然後呢度想同大家講講脂肪呢一個營養素啦。咁脂肪咧，其實有一啲嘅人士聽到咧，都會覺得係會怕怕嘅，會覺得係邪惡嘅一種營養素，係啦。咁有啲人可能甚至乎係每一餐都會白食咁啦，一啲油都唔落。咁但係其實我哋身體係需要脂肪嘅，脂肪係有佢嘅用途，包括係保暖啦，去可能啲圍住啲器官去做一個避震效果，其實可以保護我哋器官嘅。咁同時間咧，我哋有一啲嘅維他命咧，係唔係溶喺水，要係溶喺脂肪咧，我哋身體先吸收到。咁所以要適量嘅脂肪。咁但係當我哋食得過量脂肪嘅時候咧，就會出事啦。咁我哋先至話太多脂肪唔好咯。咁首先咧，就帶大家去睇下茶餐廳，有啲嘅選擇可以點樣揀啦。咁首先我哋畫面咧就見到，可能去茶餐廳好多時候呢一度有冇一款係你嘅心水咧？會唔會成日都嗌咧？例如係星洲炒米啊、乾炒牛河、魚片面啊、餐蛋面、揚州炒飯，咁其實呢一啲我哋茶餐廳都成日見嘅。係啦，咁其實咧啱啱嘅選擇入邊咧，都不乏一啲多油嘅選擇嘅，係啦。你會見到有炒粉面啦，或者炒飯啦，亦都有啦。咁可能餐肉啦，呢啲都係會比較高脂肪啲嘅。係啦，咁舉頭先嘅例子咧，其實都想俾大家去知道，其實一般嚟講，一啲嘅炒粉面飯咧，佢會係比起湯粉面咧會多好多油嘅。係啦，咁有陣時你一個星洲炒米同一個魚蛋面咧，佢嗰個油份相差可以達到2至3倍，係啦。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去做一個明智嘅選擇啦，咁其實首先由一個炒粉面咧，去試下轉咗一個湯嘅粉面咧，其實已經可以好好多噶啦。咁第二個嘅建議啦，咁其實你揀邊一種嘅面啦，邊一種嘅五谷類咧，都好大影響嘅，係啦。一啲比較高脂肪嘅五谷類咧，譬如係河粉啦、伊麵啦，伊麵咧可能好多人都會忽略咗，係啦。咁有陣時我哋嗌上湯龍蝦伊麵咧，都唔知道原來佢係油炸過嘅製作過程入邊，係啦。咁仲有即食麵啊、油麵、拉麵呢啲咧，咁都盡量去減少去選擇。咁炒粉面咧，你會見到其實佢粒粒飯咧都係辣辣令嘅，咁其實落咗好多油落去啦。咁仲有焗飯咧，佢除咗係一個炒飯底之外啦，咁其實都會落咗好多汁醬去焗嘅。咁比較低脂啲嘅五谷類選擇就包括係白飯、米粉、意粉、通粉、上海麵、烏冬、荞麥麵等等啦。咁仲有咧個 tips 咧，就係避免啲汁醬啦。其實好多時候啲芡汁咧都好肥嘅，係啊，特別係咖喱汁、蒲汁就會用椰汁去製成嘅。咁忌廉汁啦、腩汁都係。咁提醒大家咧，要去試下汁令上啦。有啲人咧可能個選擇咧係天衣無縫，揀得好好嘅，所以係瘦肉啦點點。但係佢就好中意撈汁食飯，其實真係好多嘅油分同埋糖分都會喺個汁入邊啦，咁就係一個好大嘅敗筆嚟噶啦。好，咁就再講多少少貼地啲嘅例子俾大家啦。咁譬如早餐咧，去茶餐廳如果有沙爹牛肉即食面啦，咁其實可以試下轉咗一個火腿通粉或者火腿蛋通粉咁啦。咁而茶餐廳咧都會有好多嘅雙拼嘅選擇。咁如果有午餐肉啊、腸仔、鹹牛肉、煙肉呢啲咧，我哋都話係啲加工醃製過嘅肉類嚟嘅，咁我好多脂肪啦。咁比較相宜啲嘅選擇咧，可能會係火腿或者蟹柳會好少少。而至於午餐啦，例如咖喱豬扒飯咧，可以試下轉做一個菜丸牛肉飯。係呢度有少少嘅重點啦，你會見到咧，普通一個咖喱豬扒飯佢得塊扒啦，跟住一堆汁咧就倒喺個飯上面。咁但係菜丸牛肉飯咧，佢除咗有肉有飯之外咧，仲有菜喺度。咁所以個餐牌上面咧，盡量都揀翻啲有蔬菜嘅同埋個肉類組合一齊嘅選擇啦。可能係番茄牛肉啊，呢啲都得嘅。
咁或者四寶飯可以轉咗個切雞飯啦，因為四寶飯可能有時候有燒肉啊，呢啲都會切咗俾你嘅。咁但係燒肉咧，其實係相對係辣燒味入邊比較肥啲嘅，因為嗰啲白色脂肪你都冇得去除。咁但係相反切雞咧，你可以自己加工，有啲嘅雞皮啦，或者係肥膏咧，都可以去自己熬走咁。而下午茶啦，西多士啦，咁可以試下轉咗一個雞蛋三文治嘅。好啦，咁問大家一個問題啦。咁其實如果我頭先真係選擇得咁好啦，揀一個係低脂嘅選擇，我係咪就已經100分呢？唔係嘅，好多時候咧，大家會忽略咗另外一個點，就係個飲品啦。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咧茶餐廳杯飲品，因為大多數喺茶餐廳嘅飲品咧都係高糖分嘅，係啦。咁而糖分呢樣嘢啦，咁都介紹多少少啦。我哋英文咧有個名叫佢做 empty calories， 係啦。咁其實就意思係咧，佢除咗俾到一啲熱量我哋之外咧，佢就冇其他營養素提供噶啦。咁所以我哋先至唔建議大家咧去攞咁多呢啲嘅 empty calories， 就係唔想有咁多高糖呢啲嘅食物啦。咁都俾大家望一望啦。其實茶餐廳嘅凍飲咧都有。不同選擇都有很高糖分的，包括是紅豆冰可能有 7.5 粒的糖，一粒粒的砂糖有 7.5 粒、其實很高糖分的。檸檬茶、奶茶去到咖啡可能都4至5粒糖啦，所以都建議大家、要記得走甜、少甜的、可以由這些小小的改變去做起。好，咁然之後咧，同大家講下，咁如果去酒樓咧，有啲咩選擇呢？我哋都好多時候會去到酒樓咧，去成大班一齊食嘅。好，咁常見嘅選擇啦，咁譬如有炸子雞啊、紅燒斑腩啊、咕嚕肉、椒鹽骨呢啲，係啦。咁其實呢一啲嘅字咧，呢啲嘅菜式咧，都不乏一啲高熱量嘅選擇。咁但係其實望住個餐牌花多眼亂啦，其實入面都有啲關鍵字眼咧，係顯示佢係較高脂肪、高熱量嘅選擇嘅。唔知道大家而家或者都可以去炒一炒有啲咩字咧，其實暗示咗俾你聽，其實佢係一個炸過嘅食物咧。好，咁其實就係譬如係啦，如果佢話紅燒過啦，咁其實佢都係炸過啦。咕嚕啊、椒鹽嘅話咧，其實佢個製法上咧都係油炸過嘅，咁呢啲都會係肥啲啦。咁但大家都可以去從呢啲嘅字眼度攞到一啲提示嘅。好嗱，咁首先點菜嗰時啦，咁你可能都會揀翻一啲相對少油嘅烹調方式，例如係蒸啊、焗啊、燴啊等等，咁避免去炸、炒、紅燒、椒鹽、咕嚕啦。咁除咗個烹調方法咧，咁個肉類嘅選擇咧，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我哋都會首先同大家講有啲咩肉類咧係高脂肪先，例如係啲嘅肥肉啦，即係豬腩肉啊，或者東坡肉啊呢啲。排骨啦，排骨咧，因為佢係逢親近骨嗰啲嘅肉類咧，佢嗰、那個脂肪，特別係飽和脂肪都會高啲嘅，係啊。咁豬頸肉啦、分蹄、鳳爪、鵝掌、牛仔骨、豬腳咧，都會係較高脂肪。雞翼、魚皮啊，或者係逢親肉類入邊嘅腩位，例如係魚腩、牛腩咧，都會高脂肪。而魚頭、魚韻咧，都會高脂肪嘅。咁有乜嘢可以食呢？咁盡量揀翻啲低脂嘅肉類，例如係魚啊，或者係海鮮，例如帶子、蜆、青口、鮑魚、蝦咧，都會係低脂嘅。咁其他其實你話豬、牛、羊、雞、鴨、鵝呢啲咧，你可以揀即係揀翻啲瘦嘅部位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但係啦，我有時成大班人咁去食飯喎，我點樣去？有時話唔到事噶嘛，或者咁多個餸，我點樣去做一個選擇呢？咁都有少少嘅提示俾大家啦。咁譬如你嗌六個餸啦，咁可以將佢分成三類嘅，三分一嘅餸咧可能係肉類，三分一係菜類啦，三分一咧係肉加菜類嘅。咁例如啦，
首先半隻貴妃雞一條蒸魚呢就屬於肉類啦，菜類呢就可以叫蒜蓉白菜、上湯菠菜，肉加菜就可以叫譬如金銀蛋燕菜同埋芥蘭炒牛肉。係啦，咁樣嘅分類呢其實就可以幫助大家均衡一啲啦，有肉亦都確保有菜嘅。咁例如啦，如果有西蘭花炒斑球同埋石斑兩味俾你揀呢，咁我哋呢度都會鼓勵大家去揀西蘭花炒斑球啦，因為個菜喺度。咁逢親我哋增加翻蔬菜同埋菇類攝取咧，咁都會食多咗纖維素啦，咁會首先增加咗個飽腹感，冇咁容易食過量。咁同時間咧都可以多少嘅纖維咧，去可能對我哋個血脂咧都有幫助嘅。係啦，咁亦都會鼓勵大家揀翻啲低糖分嘅飲品啦，譬如建議可樂啊、清茶啦。無糖的飲品，無糖的綠茶、烏龍茶或者低糖的豆漿，而它酒樓預備的一些酸梅湯一般來說都是很多糖下去，還有汽水這些都盡量少一些選擇了。好，其實還有一個部分，再跟大家說飲茶，大家喜歡吃什麼的點心？大家可能會立刻答到是燒賣、蝦餃、叉燒包。咁其實咧，就點心上咧就花多眼亂好多選擇啦。咁我哋都有一啲嘅注意事項啦，可以歸類咧俾大家去做一個精明啲嘅選擇嘅。係啦，咁例如係去點心或者肉類嘅話啦，咁一般嚟講，我哋都會建議大家去揀啲有餃皮嘅蒸類嘅點心。係啦，鯪魚球咧，呢啲就會比較少有啲嘅。但係相反啦。鳳爪、排骨、腐皮卷這些呢，首先它很多動物的脂肪在這裡，那個皮、腐皮也都炸過，所以沒那麼好。春卷、鹹水角都是經過油炸呢，都不建議的。而五谷類方面，蒸饅頭因為蒸啦，所以都不會多油啦。菜肉包呢都 OK 的，是的，蒸的蘿蔔糕啦，這些都沒問題。相反，如果包點上咧，奶黃包啊、叉燒包啊，可能就會比較可能糖分啊或者油分多啲啦。而甜品方面咧，其實都唔係完全唔食得嘅。甜品嘅話，可能豆腐花咧，你嗰個糖就自己去落啦，控制翻唔好落太多糖啦。桂花糕呢啲咧都會相宜一啲。但相反啦，譬如係酥皮嘅甜品，可能係蛋撻啊、炸過嘅。蛋散啊、煎堆咧，或者係用椰汁整嘅椰汁糕、椰汁西米露咧，就會相對肥啲啦。好，咁咧亦都有增潤翻啱啱少少嘅內容啦。咁其實都建議大家避免每次咧嗌過多嘅點心，即係可能就食嗌咗幾個先，咁如果真係餓咧，先至再考慮嗌其他嘅。嘅點心，咁亦都避免嗌一啲高脂肪嘅食物啦，排骨、鳳爪、雞腳同埋有肥肉嘅點心嘅，盡量以蒸為主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其他一啲機智嘅飲食習慣，其實好重要嘅。第一樣，大家可能成日都聽咧話要慢慢食啊，可能要咀嚼幾十下先好食喎。咁其實咧，因為點解我哋叫大家要慢慢食？咁因為慢慢咀嚼，食到可能有起碼要20分鐘咧，我哋先至可以俾到一個訊息俾我哋嘅身體咧，就話其實我哋已經食飽啦咁。所以如果食少過20分鐘咧，好容易其實已經身體係夠飽噶啦，但係未有訊息咯，咁就會食多咗啦。咁另外你出街食嘢之前咧，其實最好有少少小食，例如係食個生果或者係一啲。不是甜的餅乾啦，即是低脂的餅乾，避免太過餓的情況下吃過量的。咁亦都可以留意翻你食嘢個次序，可以吃咗菜啊、菇菌類先，咁然後先吃肉啦。咁同時間咧，亦都可以試下進食的過程咧，中間可能都稍停落嚟咧，飲幾下湯或者飲下水咁，去幫助減慢個速度啊，亦都增加個飽腹感嘅。好，所以呢最後就俾個總結俾大家啦，就係記得要少油啦，
低脂肪的選擇，醬汁呢是大忌來的，一定要謹記。還有煮法上都選一些少油的煮法，要多菜少肉，還有要少糖的。咁多謝大家，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係啦，咁希望呢啲嘅內容咧都對大家有幫助啦。咁今日嘅時間好多謝大家參與，咁如果唔想錯過我哋嘅節目咧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follow 翻我哋 Facebook 嘅 page 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